说妈妈再生一个 baby 吗？嗯。你是弟，你要弟弟还是妹妹？妹妹。跟三岁儿子 Dalton 在车上童言童语，许若瑄影片中竟被儿子催生，是因为你要妹妹。妹妹长大的时候就变你，就变那个，就变那个，跟妈妈长得一样，所以就变两个妈咪哦。对，妹妹就是妹妹，不会因为长大就变妈咪啊。被妈咪打枪，宝贝儿子竟发出失望的叹息声，许若瑄笑翻了，原来儿子只是要一个长得像妈咪高颜值的妹妹。你想要跟妈妈长得一样的两个妈咪啊？嗯，可是妈妈就算生妹妹，她也不会跟妈妈 长得一模一样 用撒娇方式跟妈妈讨妹妹超萌理由，许若瑄大笑，网友听了也直呼融化了，认为基因太强大，不再生一个可惜了。因为过去 Dalton 跟妈咪的对话也都很有趣。好吧，那你有老婆也可以爱妈妈吗？好，我老婆不行爱妈妈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只有一个老婆了。那你也只有一个妈妈。之前 Vivian 一听到宝贝儿子说不能再爱妈妈理由，瞬间崩溃。我有老公，我还是爱你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我有老公，我还是爱你。那你有老婆，要不要爱妈妈？儿子好像似懂非懂，最后只好接受。超有趣对话，萌翻网友。这回再跟妈咪讨妹妹可爱理由，也再度融化粉丝的心。你要妹妹？妹妹长大的时候就变你。记者陈嘉伦、李玉涵台北报道。